今天爬什么山？好，那我们就出发。你住啊，我等下就跟上了。好。爬了400公尺，从这边起算400公尺，也是所以不容易哦。然后往右手边，细道邦山，啊，它另外名字就是那个细的马拉邦山。我们好，我们马拉邦山出发了哈。现在入境了。好，那个头探出来，因为我比较低的角度。来，一。志军跟我们泰雅族的武士在这里辩论了一场。香港人。现在你昨天爬什么山？烟嘴山。
拍照的，拍照的。就我跟马克帮你做一个。通知有不帮你做的。然后拍，这样比较好。他见过面吗？没有哎。这边有没有上太平？现在出到 GoPro 几？就其实最新的。对。我没有特别紧，要干嘛？这个是什么？这是天然的隔出的这个缝吗？对，这里死很多人。动物园中，有小朋友臭啊。在录影吗？是。0.18，就近在眼前，这么快啊！是，希望把那个时间拍下来。它是养在哪一馆？都在养在深圳。就15分钟，不用，不用那么久，3-5分钟。休一下，进广告时间而已。对。今天的麻辣帮真像菜市场一样。独裁，不过这比很多山还要大多。就是那个场地比较广，对啊，场地还那么大。哎。你啊啦，过来都水人啊啦！人越来越多了。啊！麻辣帮山人这么多，周末的麻辣山现在菜市场。来，这红哥跟我。一二三，哎，对，再来一次，等一下，一二三，大赞呐！这是什么山？野餐，来，我们麻辣帮山的野餐，把它记录下来。哎，是什么？Thank you.
因为他都自己喝，对，后面。现在拍个美照。就对着小腿跟膝盖按。哎，一对夫妻啊。嗯，对。这里比较累，对，下得比较累。咱这一块还正常，不是那么嫌弃。我们下午越来越热哈，但是气象预报说晚上台北是会转。哎，去你荡秋千。这你带就看到。汗滴也可以是不是，反正照头发也知道，照跟头照他那个，照刘海在那猜这是谁？那个滴的期限在。哎呀，哇，你的刘海不得了，真的吗？不得了，不得了，嗯，很热。等一下，不要看好了，这样。好，再来一。好烦，像我怎么一样？耶，最近，妈，我也要。对，一个都不能少。爬完山草莓时间。